程，把安全施工、文明施工放在突出位置，平山去盐田嘅高速高标准工程。作为我市2013年重大建设项目，平岩通道北起平山新区现有的锦荣大道、中山大道交叉路口北侧，平山河南岸，南至盐田区盐坝高速，规划盐港东立交。工程采用城市快速路技术标准，双向六车道，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，路线全长约11.3公里，工程总投资约39.54亿元，包括特长隧道一座、大型互通立交两座、桥梁三座。其中马栾山隧道单洞长度在7.5公里以上，为目前深圳最长隧道梧桐山隧道的3倍。按照规划，打通隧道不会占用平台，梧桐山隧道3倍。开心问题，该项目将于2015年内完工。道路竣工后，从盐田盐坝高速起到平山，开车将只需要6分钟。平山的6分钟，平盐高速投了120多亿元用于交通建设，但由于历史原因发展滞后，从平山通往市中心需要经龙岗区转水关高速，耗时要1个小时左右。交通不便导致平山多条主路，如深汕路、中山大道、新横平路的货柜车特别多，经常造成严重拥堵。多年来，平山新区都在呼吁建设平岩通道。